在之前那么多飞行的经历当中，有没有哪几个画面、哪几个瞬间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？当然是飞过天安门，能够一秒不差的，以历史级的表现完成这一趟飞行。嗯，我们可是重型机，更大的飞机意味着更大的惯量。嗯，在城市上空上超低空飞行，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。嗯，北京的高楼比我们的飞机高度还要高。我们通过努力达到那个过程是美好的，可能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去过长安街，但是我们知道长安街街口上每一个街口，它刮什么风，什么哪个地方会有热气流。通过努力，我们有最佳表现，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时候，那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。这应该是一张最棒的答卷了，没错，也是当祖国需要检阅的时候，我们所能给上的一份最好的礼物。这也是一次再一次的激励。